照他们在挑衣服。没有说还是照你们在挑衣服。就是他们人家以为是我跟皮卡丘合作，还是可口可乐？嗨，我们还在加班，所以就想说要来直播，因为刚好社群的小编他现在放假，所以我们就偷偷的来直播。哦，对，因为 Ruby 去韩国玩，对，他去玩。偷偷，其实我本来想要用 IG， 但是好像觉得好像比较少人会看得到。对，就是如果 IG 的话，可能就是只有我自己的我的朋友们会看得到。那我就想说，好啊，那大家都会知道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们有秘密要说。这个秘密，这也不是秘密，这个是新买的饮料。想要再买饮料放在冰箱，就在 PC Home 买。对。因为有时候拍摄的时候口会很渴，对。有人问说铺棉外套会补货吗？你有看到我们的标题吗？马上实现你的愿望，现在就补货了，已经要把它抱过来吗？我来，它好像可以，已经补货了。就是现在你知道你在网络你到官网就买得到这件铺棉外套了。它好高哦，它有没有170啊？好像怎么那么高？因为想说这几天很冷，所以特地准备了这一款，给大家，我的朋友来了 ，Vanessa， 她是 IG 上的 Gina， 她是不同名字，这样有点难分辨，真越难对，对，但我记得了，然后小黄瓜汽水。这个不是小黄瓜口味，这个是原味的。然后有另外一款是小黄瓜，我就觉得小黄瓜好像怪怪的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可是小黄瓜的图案比较可爱。小黄瓜图案。南部也变很冷哎，江江等一下要回台南，那你要记得带穿铺棉外套。穿这件下去。今天穿这件，今天 Molly 也是穿这件来。铺棉外套，这件真的很舒服哎。所以可以赶快去抢这一件。穿看吗？哎，大家为什么 IG 跟 Power 跟那个 Facebook 名都不一样啊？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哎！这个其实我觉得超保暖的。这个对，而且这个我觉得男生可能也可以穿。对，只是它会变成短一点的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你男友太高了。一般如果男友这么高的话，170的话，穿起来大概到膝盖上吧，膝盖上的感觉。男生穿应该是 OK 的。然后那。你要不要穿穿看这件外套给大家看？我可以穿，但我穿起来就跟他一样。也是，说真的也是。如果你小洋葱吧，西装外套配这个就是一样的。好，我穿穿看。就这件我也有啊，这件我就是去出差的时候，到韩国的时候，跟我在台湾很冷的时候我也会穿。大家总要大家来打个招呼吗？真的、哦。那你们可以进来给大家看，因为很冷，现在外面很冷。现在如果你下班的话，要记得穿外套。有人说回不了家来看直播，没带钥匙很气耶、啊。有时候我也会没带钥匙，我也是会气自己，我还不如就加班。黑姐要走了，我也要。那大家，我跟你姐姐穿一样的，他们是穿一样的外套，我没有穿外套。你们没穿外套。他们要下班回家，大家很辛苦，都加班，然后现在准备要回家了。零二一四，那拜拜啊，拜拜。这款小织女也可以驾驭哦，强力推荐。而且大家到脚踝，他会整个人消失在这件外套里面，超可爱的。他戴在到脚踝上面，对，然后他很轻，很保暖。有人问说这套会不会在上架？跟你们说，我们说限量的就真的不会再，对，数量就不会再有，所以就一定要再赶快抢。这其实它量很多，就是其实我们下的数量是很多的。但是我其实自己我很喜欢，可是我就那时候我在想说，因为雅雅在做这个款式的时候，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人
不太敢穿套装，那种一整套的，就一整套装，但是大家很喜欢，对，大家很喜欢，因为你今天早上啊，你才20分的时候，你就说 S 号卖完了，已经卖完这颜色，因为我自己也想要买，但是我没有抢到，他没抢到，因为他今天负责拍照，他没有办法上网，没抢到，对，怒买 M 号，对啊，江江身上的就是你又是怒买 M 号，套装都不会再补货了，然后。因为你知道工厂他们也陆续开始要休息，所以套装不会再补货。从我自己觉得，可能到2月底之前的新品，每周上架的新品，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，你们都可以赶快买，因为很难追加，很难补货追加，因为大家都去过年了。但是因为西装裤其实还有，这个还有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买不到的话，你可以买裤子，就是也是可以分开搭配，也蛮好看的。而且这件西装裤是我自己，连我就是有点微胖的身材，我自己穿都觉得蛮好，蛮显瘦的，很显瘦，而且有点高腰的设计，所以看你的裤子脚会很长。对啊，它是因为它高腰。对啊，它是好像是有一点点，因为它高肚脐上面，我穿肚脐上面。那你穿的腰好像有一点点松哈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还好，因为你冬天可能衣服会比较厚，会穿毛衣或裙子，就会塞多一点，所以是 OK 的。江江身上这个颜色。就是是咖色，最快卖完的那个颜色，但是那个西装裤可以单买，所以你们如果喜欢的话，其实可以买回家穿，就是平常上班其实或上班或上课都可以穿的哇。对，然后还有什么讲什么？江江身上的这个 T 恤文字 T 也很多人就是问，这很可爱。这个是可余想的，就是雅雅的款式，正面能量的 T 恤，就是告诉你说你对自己好一点了，就是每天都对自己好一点点。你对自己好的方法有很多嘛，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，或者你吃你喜欢的东西，你喝你喜欢的饮料，对，或者买自己喜欢的衣服，然后你就是对自己好一点，然后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。对，有人说我很爱这件裙子，哎，对啊。因为这件真的很百搭，哎，我就是上班不知道穿什么，就马上就穿出门，再穿一个帽T就可以了。对，然后我身上穿的是也是这个很可爱的绣花，就是 QQ 编的，好像是大家很想要的一件大学 T， 真的很可爱耶。这一款补货到了，这一款铺棉外套就在刚刚，而且它是扣子的。因为现在一般都是拉链的，我觉得有扣子的其实蛮可爱的。但是如果你怕冷的话，其实拉链会比较保暖，会不会有点太真实？那我觉得拉链如果太长，好像不太好拉。不好拉，你要这样弯腰到最底，才能把它弄上来。扣子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，我先把它扣起来。而且就是有时候出去外面，室内跟室外温差很大，所以这样子要脱掉，我觉得很方便，就可以马上这样。对。就它就当片，因为拉链好像很麻烦。就是这边有口袋，然后它很可爱，是它这边做缩口的设计，所以就不会有风跑进去。你如果不会戴手套，可是你真的要到很冷的地方去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把里面的袖子拉出来，就是这样。你穿毛衣也可以，因为我在韩国的时候是这样子拉出来的。这没有拉链哦。西装套装会不会再推？它售完就不补货了，限量就真的是限量。然后这个卖了很多件，就是好像已经买了吧，几千件，就是很多，每次进的数量都很多，但是一下都卖光了。就是只要我们有一推补货，就是我们一放消息出去，然后马上就又卖完了。然后现在这个也是，就是来到货，刚刚才到货。口头禅是什么？很可爱。哦，对啊，很可爱。我就是不敢讲，这个真的好可爱。因为它是有点，目前是点雾雾的那种。对，它不像别的是亮面 亮的，它是雾面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休闲的，就是很可，我喜欢那种有帽子感觉的。然后有的帽子是做跟大这个黑色一样，可是我是喜欢这种感觉。韩国穿这个保暖吗？小杨上次去韩国就是穿这个，然后配那个 BK 101很保暖的刷毛裤，但是我里面还会再穿发热衣。哦，我长痘痘，对啊，很明显齁，这个光好像没有打，就把它打对，
然后啊，讲它里面这个好了，因为有的人，因为套装其实卖了很多件，我想说有的人可能拿回去不知道怎么搭配，就可以我们有一起上架这个内搭的衣服。对，因为我们很怕说大家不知道怎么穿。对。然后就是因为西装外套，通常你们都会觉得太正式，可是其实不会正式，就是你搭个 T 恤，像这样穿，休闲一样，就配个棒球嘛，就是有文字 T， 简单的文字 T， 短袖的、长袖都可以，或者说你穿条纹的，把它翻到前面，那也蛮可爱的。条纹这个条纹就是是深蓝色配深咖啡色的，它其实我觉得它配任何套装都蛮好看的。从黑性，然后你的咖跟绿都蛮好看的，对。而且其实你们可以单穿，然后这个可以配那个，像猫头罩是不是配那个牛仔的吊带裙，也蛮可爱的。哦，好像可以。或是配白色的洋装。对啊。西装外套。我推荐的唇膏是那个甜橙慕斯，焦糖我只擦几次而已。黑色外套里面的蕾丝也是套装吗？是我这件吗？还是是黑色套装？是这个套装吗？但好像没有跟蕾丝拍照。它是个牛仔裙。它是个牛仔裙。我的是，谢谢帮我回答 ，Gina 帮我回答。布棉外套可以穿到 XL 吗 ？XL 是很高啊。对啊。其实它，因为我是穿那个内刷毛的大雪T，它里面还可以，就是还有空间呢。它其实袖子有蛮多空间，宽宽的设计。嗯，是还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穿的。嗯，好像，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先看一下尺寸表上面比较好写一点。对，可以看黑色的套装，黑色套装被不在这里，被一个朋友拿走啊。但我觉得今天因为他来试穿的时候，他说他通常不会穿合身的这么正合身的休闲的款式在里面。他说他想要配一些比较细肩带、有点性感的。然后后来我就想说，哎，好像是可以不同的。对，如果你是不是这种休闲路线的话，你就穿那种细肩、有点缎面材质的那种样子，好像是有点 MQ 感觉，有点大人，对对，有点大人系、大人女孩的感觉，好像也可以。我的蕾丝裙是哪一件啊？外套，哎，有人说外套181都可以穿得下。Pink 说他的 IG 是什么名字？我又忘记。0214。啊，0214。嗯，0204还是0214？0214有两个。0214，他刚刚有说0214。嗯。早穿去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大概有个，所以那好像 XL 就可以，也可以穿。应该可以。如果180可以穿的话。对。你男友有穿过吗？他没有，没有让他套套看。没有，可能可以。但他可能手会手这样子，男生可能这样子。对啊，男生可能要注意他的手。对，我的蕾丝裙应该还有吧，我不确定有没有。对，然后还有什么嘞？我要讲什么？要讲试穿。就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对啊、就是除了这个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官网购买，因为它刚刚才补货到，然后我们马上请物流帮我们入库，然后就开了直播。对，应该他们是满满叠很高的这个布棉外套。如果因为刚刚小姨说最近三天会变成，未来三天要变成什么？什么地瓜？对，什么地瓜？冷冻地瓜？番薯？冷冻番薯。是番薯还是地瓜？我忘记了，反正是地瓜或者什么，会变成冷冻的。他说三天，就是小姨说他刚看那个气象，就是未来的三天，就是会非常的冷。有人说是不是要去买外套再回来？对，3308加油！对啊，3308要我们大家买的外套要赶快出货给大家，因为大家要这三天赶快购入。上衣可以穿白色的吗？就是没有白色的，我现在手上就只有黑色跟灰色。黑色跟灰色，白色在摄影棚，我们没有拿上来。嗨，花儿，那个因为那个谁，琪琪问说150几的小编可以穿套装吗？因为裤子很长。没有，因为昨天雅是153，我们昨天的直播雅有穿，穿起来是还。他有穿。哦，他穿外套，他没戴样子。我误会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今天有看 Molly 中午试穿这一件，但就是会有点落地的感觉。对，但还是可以接受的长度。对，可
可是要看你150斤，因为茉莉很瘦。对，茉莉很瘦，所以她的腰有点松，所以她的裤长可能又更长。对，丹丹等一下回台南要穿，丹丹要不要穿看这个？我穿这件好了。你看回台南。穿这一件。我现在衣服现场有粉色，我来看一下。好像不用，如果套装分开搭配，这样穿好像还是可以的。你好像平常就是这样穿，平常就是这样穿，这是江江平常的穿着，嗯。不能超长裙，这件吗？因为太厚了，可能是它的太大体积太大，因为超商有限，好像有限制包裹大小，如果太超过那个包裹，就一定要再穿。对，嗯。台南也很冷的，玉子，玉子现在在台南吗？现场取。现场取货没有，我们没有面交。对，我们没有面交。我身上穿的这个粉红色在这边。对，这个我的也是配红色的。对啊，野莓色。我在小杂志里面有穿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。江江161，因为我昨天翻到之前。你不是162吗？161，我翻到之前公司健康检查的报告。你161哦。他写161。那你？是变高还变了？我好像变高了，161，0.1公分也是要也是要算。Peggy 在日本穿的那件牛仔162，就是排扣那一件。其实因为如果是以正常的裤子来说，它不算，它不会短。可是如果现在流行那个落地裤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你喜欢穿落地裤，你就会觉得它有点短。可是如果是正常，它就是正常的，它是到脚踝。脚踝中间吧，对。可鱼说不是160了，可以报告给我看。对，我昨天去 MQ 是穿小巴黎吗？对啊，我穿小巴黎。我有我 po 照片吗？有，你有 po。我 po 我穿蓝色大衣的照片吗？没有啊，还是看直播的时候。哦，直播，对对，直播的时候。怎么下单呢？你可以到那个官网，就是 www.paddo.com。有了，那个帮我们回答了。罗罗，外套多少钱？外套2000块有找，可是我忘记多少。多少吗？没有啦，还是168吧？有那么贵吗？我忘记了，我也忘了。哦，1880，君啊，老公也爱小巴黎外套。小巴黎外套，我觉得蛮有质感的，要看吗？我可以穿，我去拿。对，这件1880，然后刚刚补货了，就是可以赶快去买。哎，它帽子很大哎，对，帽子很大，而且它帽子是双层，你不觉得它很有分量吗？它里面是刷毛的，那刷毛的帽子，对对。它就是很厚的绒布，我不知道它有没有那刷毛，因为它藏在里面了。超厚的，我有点吓到。对，它是很厚。很厚。这是我们喜欢小巴黎外套，不重，一点都不重。很轻很轻，然后又有分量感。我现在穿的是这个，雅洁刚刚穿的颜色。对，雅洁穿的那颜色，雅洁也有买。甜美的女生，我觉得都要买一件这个小巴黎。艾米说小巴黎超舒服的。对啊，而且小巴黎不重。艾米有买吗？这很软，它穿起来不是重的，它是轻的，所以你里面因为有些大衣会觉得这里很重，哦对，肩膀穿就很累。小口也来了。我也有，好像很多人都有这一件。大家都吃饱了吗？还是你们还在加班？有人在跟我们一样在加班吗？不知道钥匙门开了没？刚刚有一个客人是钥匙还钥匙忘了带了。对，然后很舒服。对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材质，它的厚度。然后这个我这样这个设计师它可以反过来，如果没有那么冷的时候，对，你可以这样子，会比较。有一点精神的感觉、因为我现在是长的，这边长的，这边是我折起来的，这是 Puzzle 的，这个是 Puzzle 的 Puzzle 的外套，我特卖会去啊，要我一个口红哎、欸，背面吗？背面就长这样，对，颜色，对啊，这两色都很美，因为那时候雅姐买她就问我说她要买哪一色，我就跟她说她没有这色，买这色，看起来很显白。有内里吗？有内里，同色的，而且它的扣子很可爱哦，扣子是这种同色的包扣，这个纸很漂亮，
这个有点宝宝蓝又有点偏紫的，我们不能聊太久了，因为你等一下要去坐车。对啊，我们直播多久了？当当，我穿裙子不冷吗？不会，因为在室内，室内不会冷。在工作室里面，工作室不会冷，但是出了外面就很。那一度觉得好热。对，可能因为我们都穿内双嘛，跟发热。但是很薄，因为我现在在这边穿有点热。你好像应该，你应该去台南，好像要穿保暖一点，因为刚刚客人都说台南很冷。对啊。玉子，玉子说台南很冷。然后这个天 A 四吗？小巴黎，小巴黎分尺寸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没有，我不记得，我这个应该是最小的尺寸。就下这个天气穿如何？我们两个去外面看一下，再告诉你们。你说我们现在去外面，去外面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去外面。听说很冷啊，因为昨天 Peggy 没有穿外套。然后他就说他要下班，他没穿上。然后我们就在群组问他说 ：“Peggy， 你结冰了吗？”他说他快要冻了，变成雪宝了。没有分。可鱼说外面很冷，超冷的。我也扣起来，我扣起来是这样。没有分尺寸，173可以穿。有人说173可以穿，可以。你有看长度是够长过，想要是158，然后小腿比我的在上面一点点。手脚让你开始。套装不会补货，因为它是限量的款式，对。但是裤子还有数量，裤子可以单买。裤子我觉得很好穿。裤子的黑色有两个尺寸已经卖完了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已经有卖完。黑色已经卖完了。黑色的裤子的黑色。哦，是哦。什么时候特卖会？1月25到28是吗？好像是。对，25、26、27、28四天，对。在台北的搜狗，哎，24到29，哈哈哈哈哈。25到28，是25到28，嗯，台北的。24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日期吧。24是我们要去进货，哎，可是我们这次有那个吗 ？VIP 的活动吗 ？VIP 的话就是我们会把就是近3个月 VIP 就没有退货的，把它挑出来，然后给他们邀请。那我们会先让他们逛那个特卖会吗？可以真实吗？我们还在讨论，对，我们太真实了。然后就是 VIP 跟 BVIP， 我们会有神秘的信，神秘的信邀请卡，我们会有邀请卡，对，包包的，大家可以就是期待一下，期待信箱，嗯，对。可不可以请我穿铺面外套？我刚刚有穿啊，可以看前面哦。可以看前面，对。Gina 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啊？怎么知道是24号？Hoya 黄皮肤，我觉得小巴黎，我觉得你可以选白色的。哦。对，因为如果黄色我比较深一点点的，你好像要白一点，对不对？白一点的比较漂亮。对，嗯，可以来找我啊，我应该会，我会去。而且因为这次的特卖会很丰富，就是我们想了很久，之前都完全不一样，然后就大家可以去拍照，一定要的，因为跟完全不会觉得是来特卖会，就是不是 VIP 也可以去啊，只是 VIP 都可以来，是 VIP 还是 VVIP， 我们会有一个，就是我们会寄送邀请卡给大家，对，然后那个邀请卡上面就是你是 VIP 的客人，然后你就会有，对。对，然后只有 VIP 有，对，嗯，然后他就可能会有一些折扣，专属为 VIP 的，因为我们的 VIP 就是，我们好好的交朋友，对啊，就是办这种他们还交朋友，对对对，嗯，嗨，修克，有人问来，套骑车会灌风进去吗？我们没有骑车。但是我觉得它，你就说这里是灌风吗？可是这边要穿高领，可能才不会灌风。跟手要手套，我觉得就不会灌风。手好像，不然你如果骑车这样子，不就超冰的会结冻吧？要手套。对，嗯。Gina 是 VVIP 啊，那你应该会收到哦。嗯。然后我们要介绍最重要的东西了，一件事情。我们讲完了吗？最重要第一个重，我们重点就是。这件外套补货了，补货到了，刚刚补货到，到官网就可以购买了。然后再来就是套装，限量的套装卖完就没有了。嗯，新色，咖色早上10:30就没了，就买完了。再来是灰绿色，也卖完，是杏色，杏色也卖完。现在是黑色，就黑色，可是黑色好像是三个嘛都有嘛，我忘了。
忘记了。但是我原本下午看就三个马卡龙，不知道现在还有。不知道现在还有。但是数量都剩一点点，因为我有看一下那个数量，剩一点点而已。嗯。但是他们的裤子下半身就是还有数量可以选。对。但一样是不多，就是卖完我们就不会再。而且这个质量我觉得很好，然后它只卖499，我觉得是很 CP 值很高。对，而且它质量，我想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你要做什么事情？它好好笑啊！真真不知道干嘛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在那干嘛？我真的觉得上班就是上班族一定要有一件这个，因为它的布料是完全不会皱的啊。我昨天有发现这件事情，完全不会皱哎、欸。因为有够夸张的，我穿起来它是有点蓬蓬的感觉。对，是蓬蓬的。你又觉得它有点蓬蓬的感觉，蓬蓬的，但是它又是厚雪纺，就是质量很好，真的很像韩国的，完全不会皱。因为有一般的裤子，你这样子坐一坐它就很皱，有时候去开会干嘛就会觉得很糗。对，完全不会皱哎、欸。有些棉麻的、啊、或者，所以我觉得这裤子真的是一定要拥有一件上班。你的这个形容很好哎、欸。什么形容？就是刚刚说不会皱的这个，完全不会皱、啊，就是有点。我都忘了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就很懒得要烫衣服什么的，所以我就很喜欢这种。有时候买新品，然后一打开很皱，然后就要烧，对、啊，就要烫过，或是洗完之后再烫过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就也不太爱洗。嗯、这个裤子超推荐，这裤子499，然后都不会皱，然后江江很生动。对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拿过来想说，天哪，我一定要表演这一招给大家看。你有想很久吗？嗯，想蛮久的。袖口说后面的条纹适合它吗？我觉得这个颜色可能会让你会有点深哦，我觉得你不要选这个颜色。对，我觉得可能选亮一点的颜色。我觉得黑白条，因为另外一个颜色也是有点黄色，黄配咖的，我觉得好像太暗了。对啊，你的肤色可能没办法跳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最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拿这个是不是？你周五礼拜五，因为江江明天不在家，然后。我们要现在要先预告我们周五的，很重要的，很非常重要的。你讲那句词我都忘记了。国际明星的你看独家授权给 Paso， 就是这个。你说国际明星独家授权给 Paso 的一个系列，这样讲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哦。这是国际明星，你的抱枕呢？没关系，不太是国际巨星，他是国际巨星，有男有女，对，有男有女，然后在国外一个组合，对，一个组合，一个组合，然后在国外他都会抢着跟很多时尚精品在一起。大家有听到 Anna 的声音吗？听，他好，他很大牌哦，有很大牌，他很大牌，他都是要跟。他在跟你刚说，就是国外的精品都会想要，都会一直争相找他合作。对，然后我们在台湾，我们是独家的授权，第一家，台湾第一家，首次登场。嗯，对，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吗？让 Anna 讲。嗯，女装独家授权 Paso， 然后首次在这个星期五会新上市。10:00，对，早上10:00哦，早上10:00，在 Paso 的官网，星期五这周五的早上10:00，这周很丰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周很累？对啊，对啊，因为礼拜一不好意思大家，礼拜一我们固定有新品之后，我们礼拜三有时候也会现在都准备特别的企划给大家，然后这次礼拜我们想说这个是全台湾首次。你就挑一个最特别的日子，就是 Happy Friday。我想说你要讲什么？对，台湾独家真的是独家，因为，我可以讲吗？因为有时候大部分的授权其实很国外很多嘛。对。然后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，然后因为每一家都有，然后我觉得，我要挑一个我真的自己就是。最喜欢非常喜欢，然后我们来执行它，来设计，然后我们有创意有想法，这样一起做下来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嗯、然后重点是，这个系列的设计师在这边，江江就是独立制作，自立自强，也不算独立，就是有大家一起完成这件事情。但是他，你从一开始的想法。
发想到那个就是商标啊、吊卡、啊、包装袋啊，全部都是江江设计的。我一看到我就说好可爱，我好想要。包装袋，包装袋这边我去拿。真的超可爱的，因为那时候跟着授权的时候就想说一定要做一个我很喜欢的系列，而且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明星。而且大家都以为这个明星是他那个某个女朋友吗？不是哦，对，他不是哦，妹妹，他是妹，他是他的妹，他是他的妹妹，对，是妹妹。因为刚刚有人说他是他女朋友吗？不是，他是妹妹，是妹妹，妹妹，对，是哥哥，是妹妹。然后你要不要说说看？我因为我是先看到江江设计这个，不是做出来的，是那个在 AI 上面哦，对，在电脑上面那个 Illustrator 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说。要看说要不要，这个、对，要调整啊调整或什么之类，然后我们就看，这个、超可爱，可爱吧，超级可爱的，这个我会留下来收藏。然后 后面因为它还有点厚度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零点几，这可以当书卡，零点一，这是零点一，江江说这零点一，而且它两面，这个很可爱、啊，这个是我觉得最可爱的图案了，超可爱，很可爱，这张我会留着，就是你每一件。你这周五，然后只要10点来官网，你只要买任何一件，买一件就会有，就是、任何一件衣服都会有这个吊卡，超酷的。这个我会留很多起来，我觉得也可以写个小纸条给朋友也可以。嗯，然后这个买衣服也会送这个，买衣服对就会有这个，我把它拿下来，很适合做旅行用的夹克，这次你要不要讲你用你好忙哦，你好忙，超忙的。啊，我来剪这个，好可爱哦！你会这样子收到衣服包好的在里面，好可爱哦！而且我觉得这个袋子很，其实我想说做一个让大家之后也可以用的，不要浪费这些东西，所以是夹链袋，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，而且它厚度是有的。对，有一点点厚度的，嗯、重复使用的，全世界都超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很可爱。而且后面一样也有这个，嗯，因为我很喜欢看漫画，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。真的，你好像是由你的那个内心来去发想这个制作的，对啊，这个真的超可爱的。我们可以先曝光衣服吗？还是你们要等礼拜五？哇，礼拜五夹链袋真的好可爱，我会为了，我跟你说。我是这样子的，我会为了夹链袋跟那个吊卡购买一件衣服。对，但是我不得不说，这次的就是联名企划的衣服就是商品，然后就是每一件我都觉得是我敢穿出门的，都可以穿，就是你自己，因为那也是江江画的，对，我也想每一件都江江画的，嗯。四个吗？想看新品、哦？可以说出来，可以说礼拜五会有超特价哦。可以说了，可以说，这个可以先说吗？可以说，不用讲实际金额啊。哦，云南那边，反正礼拜五一定要来哦。礼拜五你们一定要来，因为我们有不，我们不要先讲。礼拜五会有厉害的。礼拜五很厉害，会为了这个国际明星准备一个厉害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在讨论。就是讨论说怎么样让大家，就是觉得说也很想很每个人都可以都敢穿出去，然后也想要拥有的，也可以拥有这些商品。对，然后就选了一个款式，这个款式我们是觉得应该大家都应该要有一件，而且很百搭。然后我们就叫新衣过来，然后说这件可不可以？又是新衣，就跟大家交朋友。对，那你会有那个吗？你的排名吗？就是你最喜欢的商品排名，我们不用现在说，我们有礼拜五的时候告诉大家好有，我会一江江的清单，江江的排序，排序清单，对，江江可是说他没有说价格。Zoe， 你要去东京玩，你不是才去了吗？刚不是刚去，我记得我们刚直播的时候你好像有去哎、欸，他已经去了，有 Zoe 有去，他有去啊，他不是有去东京吗？想看新品耶、欸、哦，没有买到套装觉得很难过，慧如，因为套装真的不补货了，就是如果以后我们真的有说限量，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可以就是
真的可以就是加入购物车。对，如果有，但你要真的喜欢，你真的觉得哇这款是你真的很喜欢，你就你再加入购物车。穿到的，对对对对，再买，不要为了就是抢。对对对对对，要真心喜欢，对。然后我们说现在就真的是限量，就是很老实。对。我们不会骗你们，江江画的，江江用的很时髦，对，可以说的。对啊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史努比，而且江江很喜欢，江江的东西都会变得很潮流。希望你把这个造成一股潮流，因为他这样看也变得很可爱。那其实我开始做的时候会有点紧张，想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喜欢方向，对啊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样的路线。嗯，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而且拍照那天拍摄的时候，我们也一直说好可爱哦、喔啊，拍摄真的很可爱。有人说抱枕有卖吗？我也是史努比的粉丝，抱枕很可爱吧？对，抱枕你要期待哦、喔，期待哦、喔。那要看一件还是先还是礼拜五？你们想要现在看？我觉得你可以，我觉得我们第一名不要第一件，加拿大第一件不要说，加拿大第一件等。礼拜四晚上，礼拜四晚上你们要注意限时动态啊！江江要赶车，对啊，现在几点了？看一件就好了。现在几点？江江要去赶车。现在。那江江看现在，你自己选一件。现在。这边说要看的，我都会去看你们有没有买。怎么看？要截截那个吗？购物车给你吗？小心。很可爱，这个我会拿来装。我旅行的时候就可以装。那种就是睡衣啊还是什么的装在里面，我觉得是那个毛衣，因为第一名的你觉得要先说吗？对，好，江心目中的第一名，好，我们就看这个是，那你近一点，好，这个是毛衣的材质，针织毛衣，针织很有江的风格，这个很可爱，而且你做了很多就是小设计，对啊，这里我最喜欢的，很可爱耶，领子这里有做不一样的配色，而且你在这里我发现这边，因为之前很流行那种开叉的，我想说如果之后大家不想要开叉的话可以把它扣起来，你很贴心耶，变成正常的袖子。那如果它打开就会有点就是宽袖的感觉，对啊，开叉袖的，这个我觉得单纽这个可以单穿吗？大辣妹学好像可以，因为其实是蛮长的，做蛮长的，没有到。或者你搭牛仔裤其实就蛮好看的哦，你可以扎起来，这真的超可爱，扎起来可以，很可爱。因为我想说有要有点好玩的感觉，在这里就想说字型有点不一样的变化。嗯，这件很可爱，这件是江江心目中的第一名。第一名，但是我们自己也有选出第一名，就是 Polo 女孩也有选出第一名，但是不是这件，这件是江江的第一名，江江款第一名。然后明但若雨说要截图给你，就是好，我们就是 Power 所有人选出来的第一名会在周五礼拜五早上十点，你已经首页你就看得到，而且你们要注意看，一定要注意看，因为它有一些那些数字跟一些文字一定要注意看，对，你要注意看，然后你就加入购物车，因为。礼拜五就知道了，有点像灰姑娘的感觉。好，我们说我们不能说太多了，是快像灰姑娘。嗯，好，星期五哦，是这周五，星期就是后天早上十点就开卖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设闹钟。这件我来比比看，我觉得搭我的蕾丝裙好像也很可爱，好可爱，但是需要这件我会跟你购买，还有第一名的那一件。好，这两件你有两张订单了。太好了，有两张订单。星期五十点，期待星期五哦。星期五卖吗？好好奇哦，很可爱。好奇。那你要赶快去赶车哦。你有订票吗？我没有订票哎。你要去现场买？对啊。买得到吗？应该买得到，因为是最后一站，应该买得到吧。那你最后一班是几点的啊？啊，东西怎么不见了？不知道。哦、好疯狂，太好买。礼拜五，其实这礼拜很好买。这礼拜有点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礼拜要一直抢购，一直抢购，一直抢购。刚刚如果今天有买套装的朋友，一定要买这一件。为什么？怎么说？可以搭在里面的。好像也可以这样戴，蛮可爱的。好像这样也很蛮可爱的，就是不是条纹，你做素的也可以的，对。它有点图案的，把它搭起来像也可以。嗯，很可爱。里面。但是这件我会想要搭牛仔裤。牛仔裤很可爱。对。
牛仔裤。后面那条春联也蛮好看的，就看你们要怎么搭配。我的第一名礼拜五你们就知道了。我的第一名就是一进官网你们就会看到。对。然后其实我也觉得我很想收到这个，现在就可以送你。送我吗？好，贴在我的墙壁上。这个我们就把它贴在办公室里面，其实真的好可爱哦。因为其实这个跟这个明星合作的时候，我们准备了很做一款围巾。我其实有想做一款那个围巾，那很可爱哦。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好流行啊，流行。我在那个有一个品牌，B 开头的。对，第一名不是泡泡袖大学上衣，我的史努比 Bell 我有第一名，但都不是江江身上这件，这个也算。这个跟那一件有点旗鼓相当，差不多，我有点无法抉择，大概是一二米这样。对，这个是送粉丝吗？这是江江印错的，江江本来不是要印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因为本来是要印别的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ERP 的单子，不知道为什么印到这个单子了。大家是说这件多少钱吗？你这是什么？好啊，这个好可爱哦！衣服不能看，可以给你们看这个。好小、哦。你们会想要这个吗？因为它其实就只有唯一一张。我看，这个好可爱，它好可爱哦，这个。其实，而且你们去看，就是这个搭配，就是整个史努比 Bell 的搭配，也是江江自己搭的，他有搭出他个人风格的感觉。你跟雅雅一起呀，一起。雅雅有跟着江江一起帮江江搭配，对，大家一起观察。肉姨说做成毛巾好像也不错，大家好像有一些想法哎。刚才有人说做包包，做包包哦，做包包哦。毛巾我觉得很可爱，如果毛巾我想要，毛巾很可爱，就是那个浴巾啊，很可爱。浴巾你们会想要吗？可是浴巾不能那么长，浴巾要宽一点点。地毯也好可爱啊。我会给木木踩，非常木木。可以随机出货这个吗？印错真的很好笑，印错这个你印到两个，你印到粉色跟这个。对，粉色被丢掉了吧？送给雅雅了，粉色送给雅雅了，放在雅雅那边。对啊，然后这个就留下来，这好可爱。这个我们就是随意贴，随意贴贴在这里，很可爱。化妆包，毛巾可以满额赠。哇，大家在帮我们想。还不到九点，你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再聊一下，是不是？这个很可爱吧，唯一的一张一直留在我这里，就是这其实是拍摄的时候，那个 Ruby 他们拍 ，Ruby 跟 Molly 拍的，然后他们拍完就，不是这个好好笑，因为那 Kate 说他以为是挂墙壁的收纳，好像也可以，就是、我知道是那种有袋子的，就是透明的，然后在装，好像可以，你好像可以再做一个化妆包，就是。不是有这种化妆包可以收起来？我说到旅行的那种。对啊，那就这样收起来，然后一打开就是全部史努比，我会想要。我觉得大家很有才华。对啊。好像可以跟我们一起。给了我们一点灵感了。可以跟我们一起完成这个系列，好像很厉害。江江会设计出来。好强哦！大家都很厉害。对啊。有像。听说有像哎。对啊。我身上衣服有粉，我前面刚刚有拿起来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前面的冲。这个会送大家吗？想要吗？会想要吧。拍完照好可爱哦。说这样再给你，然后就放在我桌上。所以上面会签江江吗？好像可以哦。唯一的一张，你签江江，然后送给大家抽奖。我们在办啊，对，好，就是如果你，因为我们你知道。因为我可能大家不知道，我们有 IG 深夜直播，就在我的 IG 上面。有时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，因为我们太忙了，这阵子好累哦，睡很少，所以我们比较少。但是我们之后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们一样会，我们就可以送出一些东西，偷偷送出来。我也可以，我知道了，我有买生日的东西。哇，很棒哦！对啊，那大家在期待我们的深夜直播。然后江江去赶车，然后再说一次，礼拜哦，今天重点一，重点一，这件外套补货了，赶快到官网去看，马上就可以下单，货量应该是蛮充足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被抢光。然后身高到180都可以穿，150到180都可以，OK。然后再就是今天
卖完的套装，裤子还有数量可以购入，但是也剩不多，所以裤子只要499而已，就可以买。然后是不皱的裤子，完全不会皱的裤子，方便的裤子。嗯，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请期待礼拜五十点有这个，请期待这周五的早上10点，请到官网来看。等我们回答。嗯。最近炸红明星的夜灯是什么？炸红是，哦，对对对，我没买到，因为我去韩国，哦，然后我已经买了很多商品，我想说我要就要凑到那夜灯，结果他没有了，我很伤心。但是他问我还要吗？我那些东西还要吗？然后我就哦好，还是结账了。期待礼拜五，我也很期待礼拜五，大家一定要来哦，一定要来。那我们要在那去赶车，然后我要去。看订单，我订单还没看完，那我们要走咯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礼拜五，什么？会有直播？哦，真的？礼拜五，那你们锁定几点？嗯，还没有，还不确定。我们Paro星期五也会有直播，也会有直播介绍。嗯，然后请大家就可以锁定粉丝，我们都会在上面告诉你们几点要直播。嗯，好，礼拜五哦，礼拜五我们也会直播。拜拜，早上10点，拜拜。